Hello， 大家好，我是 Ashley Tan。那我今天呢，想跟你分享关于我的新书《90后的41人生》。那这本书呢，很多人想知道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第一，你会学到我十年的销售经验。我在这个房产领域里面已经有十年，所以我把它所有的经历呢，都把它写在这本书里面。第二，你可以在里面学习到领导力，因为我在以前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教我怎么去做领导，我把我所经历的全部把它写在里面。那我也希望说你可以在这本书里面也学习到如何可以让你走更少的冤枉路，然后呢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这个领导力。第三，那如果你今天是带着团队，或者是你本身想开始带团队的人呢，你都可以读这本书。因为呢里面我有讲到怎么样从三个人蜕变到3000个人，怎么样去留人，然后怎么去应聘人，然后怎么样呢去把这个团队呢把它扩展更大，所有的这一个技巧呢都已经在这本书里面了。第四呢，如果今天你是想买房子，就是拿来自住或是拿来投资的话呢，里面呢我有讲很多一些比较基本的技巧哦，什么东西是你一定要先了解的，你才有办法可以买到更好的房子，然后呢可以找到让你得到更好回报的房子。第五，我有讲到就是怎么样呢准备我们的思维跟思想，可以去面对每一天和面对每一个难关。那我也希望说在这整本书里面呢，可以呢带给你有一点点的收获，然后一些领悟。如果你还没有预定的话，你记得要点击下面的这个 link 哦。拜拜。